那太提倡早啊，在香港上线也是我期待要看的一个电影，希望能够每一个电影都有3亿，3亿加起来就9亿了嘛。 在《十月围城》中，任达华客串演出李宇春的父亲戏班班主，在参与保卫孙中山的战役中壮烈牺牲。此次和李宇春演绎妇女，任达华觉得很投缘。当记者问到是否会和李宇春再合作时，任达华又开起了玩笑。另外一部戏就是我希望李宇春演我女朋友的。真的、啊？你们觉得你们年龄差距有点大吗？没大啊，我都那么年轻。 你看我身材了，知道我23了，对李宇春还给我大2岁了，<笑>没有了，瘦笑了。临近年底，很多演员都会谈起自己明年的演艺计划，而任达华则表示拍了几部动作片后，希望明年能够再大银幕上浪漫一下。孟云也很辛苦，徐伟春也很辛苦，是古装戏在打的，我觉得我很少拍那个很浪漫的电影了。生活当中当然有啦，有我女儿跟我老婆啦。 但是呢，在电影当中其实没有拍过一种蛮轻松的浪漫的电影，我希望能够拍一个。